你说早啊，早。我们刚刚在碧潭滑完了，滑完龙舟，现在过来这边干嘛？过来新埔国中要来练毽球，有没有听过毽球？没有。健康的毽。对，健康的毽，毽球。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我们在玩什么，很可爱，很像综艺节目会玩的那种。但其他一点都不重。大球，很专业啦，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今天忘记带了运动鞋，我的鞋被借走。对，被借走。好帅！哈哈哈哈哈！反正我不要靠线。等一下那个女生打，然后请女生看上去，然后打。Go！ 对，这很像综艺节目在玩那个。对。综艺节目那个排球有没有？但是我们不是综艺节目。来哟、哦！哎，毽球真的是，真的是很健，真的，因为很健康嘛，而且一方面要欺敌，所以也蛮健的。所以任何运动都是需要练习的，不是说我们每个礼拜五一上去就可以这样的。真的，真的，运动员不容易 ，respect 陈子豪，炸裂！为什么要？次的比赛真的很快耶，我觉得这一段期间真的是认识了一群非常非常好的家人朋友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说活了二十几年，你要我真的去想一个人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，我没有办法那么快跟你说。但是我觉得当我到40-50岁的时候，你要我拿出来讲，我一定会讲全明星运动会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，这真的是永生难忘。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个运动会是如此的拼，我们都是想说，真的是一个礼拜一起的节目，就我们现在每天都大家都聚在一起，我们的这样一路走来，从熟到熟到现在是一个兄弟情感。我觉得红队有一起努力过，每个人都缺一步。节目之后，大家还是可以带着这一股信念继续下去。没有人是过不行的，每个人都可以的，就端看你怎么想。胡桃。狗都没有我呢，狗拢无我甜。我们休困啊！往这个方，往方圆的方向去。来三球。
力量，力量，爽啊！零人出局，二三垒有人，你那球就可以打高飞球，因为二三垒会跑回来本垒。板板啊！你们很烂，真的，我们怎么可以这么烂？我也很烂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小巨蛋获胜，所以我们要，因为我们很烂，所以我们要加倍的练习，加倍的付出，希望可以赢，但是是希望，有努力付出之后，就算是输，自己都会输得心甘情愿，很踏实，对。所以大家还是要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对，不管输跟赢。其实对汉典我讲过很多话了，在车上对你讲过很多话，因为汉典这阵子真的是因为工作量比较大，也莫名其妙接了这个全明星运动会的通告。他很努力了，因为我们很笨啊，真的蛮笨的，你也蛮笨的，你也很笨，你也很笨，对，所以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练习，如果没有练习的话就不会有，就更惨，对，就会得不到自己心里面更想要的结果。都快结束了啦，这也代表我们又一起共创了一个未来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共创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项目，很开心在这个节目里面更认识大家嘛。然后接下来的日子还有工作都还很长，接下来还会在台湾很多的工作上面遇到大家，都会遇到。那也代表我们只要彼此大家在遇到的话，就会知道我们曾经一起努力过，然后这个感觉就会觉得永远都不会忘记了，然后大家永远都是最好的团队，然后最好的队员，然后最好的朋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真的是在交朋友。I hate you。啊？我们已经 happy ending， 又来一句 I hate you， 又要解释很久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hate me？ Because 快结束了。本来可能是刚开始是有一点点尴尬，后来变成一家人，所以特别开心。谢谢你们的爱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我们都是一起的，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们是一个 family，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们一起流泪、流汗、流血也有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然后每个红队的队友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很爱你们。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，还是可以当好朋友。好的 family， 好的 brother sister， 我们希望我们会到最后会继续拼，继续努力，一起加油！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嗯。群组就没有人在讲说明天的课表，然后娃娃车几点？啊！救我！都把我！到那娃娃点，我们红队好像没有一起唱
觉得一定会很嗨，因为有李明昌。你们都会唱那种猜懂懂猜，有恭维恭维恭维。如果点歌订的包厢有舞台的话，我跟琪琪可以来一段。我们红队四个女生加国博，我们可以组一个红队中二女团。其实我蛮想要投篮，投篮蛮好玩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射箭有时候为什么要戴这个护具，就是要防止那个。然后起三个先打这个，然后四个先垫手背，我打一个连接。六，虚蕊啊，右手到虚蕊啊。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胜负一直都不是。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好几个月里面我们的回忆，我觉得那才是最珍贵的宝藏。我们得到的一月三号结束，一月四号隔天已经起来，已经先看讯息，今天哪里练习，一定会很空虚，心里一定会很空虚。真的，国三的时候因为比赛哭了，到现在都没哭，只有那一场比赛足球比赛时候哭了而已。想要赢求胜欲望太强了，我们私底下训练多辛苦，观众看不到这一面，我们会哭并不是我们脆弱，而是对比赛的一个执着，我们想要赢跟尊重。而且呢，观众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哭，只要看我们练习的 vlog， 对，就知道我们到底在哭什么。其实每一次比赛印象都很深刻，因为很少上场嘛，每次只要小杰教练派我上去，我都觉得很紧张，全力以赴。可能有时候成绩不是这么的好，自己也会感觉很失望，也很抱歉，对队友很抱歉。没有，你只是没有发挥，你要发挥，发挥不好，没事。这一段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这一段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一段是我还点歌，我本人拍的，这样会不会太近？哎呀，太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按到按到，我按到了。哎，这一段是我本人拍的。哎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交到朋友。红队是一个 team， 是一个 family。对啊，哎，我们不是朋友，我们是 family。是 family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在演艺圈你要走得长久。就是要有人脉，对，不管是红队、蓝队，还有绿队，绿队是很辛苦。我觉得真的谢谢全明星运动会，让我可以交朋友。对，绿队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后英雄，他每天都也是很早起，我们在练习，他也来拍我。龙舟下雨啊，不然下雨天大太阳，他一定会到场。真的很辛苦了，绿队。对。运球，运球，运球。哎，那我示范一下胯下运球给大家看哈。啊！怎么好像有点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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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兴的运动，叫做毽球。这球就叫毽球，是很健康的毽，不是贝哥哥那个毽啊。很健康，毽球，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训练，就是很大，然后在那边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是大力士这样啊，而且很好笑，你要抱着它啊。那如果它是粉红色的，那如果它是黑色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拿着一颗很大的炸弹啊。等一下，你看我们练习就知道怎麼，很像在大热门，对，很像在大热门，但是这是一项很专业的一项运动，叫做毽球运动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每天的烦恼就是要怎么穿鞋子，我觉得很，关键这是我很大，这是我最大的鞋子了。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说，到底还有没有更大的鞋子可以让我塞进去？因为自己受伤，然后没办法参加到最后一次的比赛，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在。
所以呢，专门上堂还是陪大家来练习，至少有参与到大家的练习，然后看能帮助到大家什么吧。主要是我好想跑步啊，我适应的有点慢吧，就是我一直到这两三周，我才开始是真的上场我不紧张了，就我会觉得哦，我不紧张了，我可以表现。结果脚受伤了，觉得很可惜。首先呢，是最重要的是谢谢现在我的2020下半，然后因为有你们，所以从一开始我什么也不太会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不会害怕上场，我也会想要主动的想要争取上场的机会，我觉得这都是。然后不管结果是如何，我觉得我们一起奋斗过，一起努力过。所以这一切都很超大超大超大，这个要超大，爱你们呀，哎等等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跑着跑着，哇，好，回去你的后面，后面你的位置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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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谁当你早上到了之后先坐下来，哇，这是一种复健哦，胯下复健的方法， Oh my god，哎，有影！我们其他女生也很棒，我觉得最希望红队女生在哪一天？真的，真的，谁说女力不能赢？大概只是会九折，会九折。力量，力量！其实，在最后一次比赛之前，我其实在家里有偷偷流泪，因为已经开始在想说之后如果分开一定会很难过。所以我就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是天哪，感觉已经大家分开了，就是先做准备，不然我相信这次比完，大家一定非常非常舍不得，而且已经不管是输还是赢，就是我们没有想过要输，但是赢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开心的流泪，然后更舍不得的流泪。最后一次没有输的余地，就算我现在重感冒，我一定我还是来给他拼到底。姐点歌可以记录我们现在这么辛苦的喷汗的样子，然后好期待我们这样努力的感觉。刚我真的是边咳然后边在那边运动，一个人太孤单，孤军奋战完全会没有那个动力，反而是在场上看着大家队友们的欢呼，什么芝芝爱你哦，芝芝你可以的，其实这些话都非常有力量，力量。所以我觉得 MVP 不是自己的个人表现，还包括团体的就是热情跟一些喊声这样子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换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想说这是最后一周，因为对运动员来说，不管是第一节还是最后一节，还是第一场还是季后赛最后一场比赛都还没有打完，所以没有去想说哦快结束了可以放松了，没有，只要还有一场我们就都要认真练习，你才有可能机会赢。很庆幸可以在红队里面成为正式的一员，因为我自己的 po 文有说过，就是其实当艺人啊，我们很少，真的很少可以享受团体的生活，有团体的时间，只要除了睡觉的时间，基本上都睁眼就是红队，闭眼前也是红队，然后就算闭眼的做梦也是红队。我们聊天的内容、训练的时候，其实都是有共鸣的，然后就是一起去为了一个目标做一件事情。其实赢的那一刹那，回溯的每一个早晨淋着雨，每一个人都很辛苦，就是我们都很开心可以就是早上的时候一起练习，看到彼此很开心，可是大家心里面最里面的那一部分是知道叉叉叉真的很累，叉叉叉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冷，所以赢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很值得，为了那就是越过终点线那一刹那，所有的早上的那几个小时累积下来超过20个小时吧，是非常值得的。而且我们从在路上学握桨，到练桨评，然后到练默契，然后要注意每个细节，桨要插绳，然后起步桨要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最后抓到了，因为这些细节而得到胜利，那一刹那是
可能观众真的无法体会，但是真的我们当事人那个心里面的激动是，你可能你们看到的700%吧。那一刹那，其实我很激动，但我没有要掉眼泪。直到我回头看到点歌，点歌是直接激动到他无法自拔，眼泪掉下来。很为点歌感到开心，因为在游戏练习笼中，我们都很早，所以他是录完大热门没有睡觉就直接过来，得到胜利的回馈，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我们十个人里面可能最大。网友的小确幸，因为有网友敲门说很想要多看你一点。所以就麻烦你帮我们环绕一圈，环绕一圈，像试镜有没有？来，好，试镜，好，试镜照，试镜照，看，看全身 ，yes。我希望我们小巨蛋可以拿到胜利 ，sorry。用到，好，最松的，哎、欸，要求。感觉有点舍不得，但是又觉得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我们是在旁边看，其实最清楚，他们真的每天都很累，一周录7天的感觉，然后每天其实都很紧张，压力很大，尤其是像点歌，还有很多人有自己工作的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其实这3个月对大家来说很快，但其实也很慢，就是觉得每天都在练习，可能是把这一生的那种运动量都用完的感觉。是希望可以有好的结尾，然后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好好休息。其实大家的感情都很好，因为你看就是每天都待在一起，就虽然大家其实是因为很看重练习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很激动或什么，但我觉得大家其实心都是很一起的。我觉得有一些话想跟果果说了，就是果果加油，炸裂果果又在炸裂炸裂陈子豪啊，炸裂陈汉典耶。我觉得最后这几次的练习，然后现在打来方向这边，好像绿色号跑，一个传到外场，然后一个进攻。这个节目刚开始，大家都是真的很对彼此不熟悉，也不会说出真正的感受是什么。但到中前段啊，前中段的时候，就觉得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说出来，然后让我们队友知道，然后要怎么样去改进。那到现在的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很像就是家人朋友的感觉，甚至真的我连自己的家人跟小孩相处也没这么多，甚至现在可以说一些什么呀，你比得很烂，什么东西，你为什么昨天早上没来，你去哪里了，你去干嘛，你再不练你就等着输，你看吧，你再不来，这是那种唠狠话的话。这节目走下来，然后跟大家相处的这些开心快乐啊，然后难过全部都是一起分享的，全是很真实的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就是我们团队。龙舟比赛真的真的很辛苦，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就是巨爽。真的，因为很辛苦，没有什么原因，你就是这么辛苦，你就是这么辛苦，你赢了比赛就一定有感受。每个运动员每个人都一样，付出这么多，然后得到你想要回报，就是爽而已。我们连续两周都这样下雨天，对啊，每天5、6点、7、8点的，不会超过7点、8点。来啦，一二三，龙队，收队！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礼拜的一些训练的过程，很多项目，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练的，所以不是只有比一天，是每天都在练习。那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上场，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每一个人都会下场去做训练，然后我们也会很了解这些比赛项目的一些技巧。所以因为全明星运动会这个节目让我学到很多新的一些运动的项目，它还是有一些战术可以运用啊等等。那我们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推广运动，我觉得运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输赢其实是其次，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运动家的精神。
跟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那不管有没有下场比赛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练，一方面也是让教练知道说，哎，哪个人的状况比较好，可以派他下场。那如果万一场上有任何状况的话，我们板凳深度非常深，谁如果不行，马上就可以上去，那就可以继续 run 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红队呢是非常非常坚硬的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团结在一起的。我也很好奇大家想要看到我的哪一面，我都可以摊开来给你们看，我可以掏心掏肺全部掏出来给你们看，你们想看我什么，我很好奇，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下面留言好吗？我要做一下市场调查， OK， 我会拍给你们看，你们尽情的敲碗，我都会看你们的留言好不好？骂我的我也会看，所以来啊，来骂我啊。国中在那个躲教官使用手机的小屁孩，因为上一集都没有你，所以哦对哦，上一集去工作敲碗，没有去敲碗，而且人家说什么阿乐为什么没来，明明有阿乐，因为他没有看到碗嘛，他看第一天的部分，看第一天，他就把他看，对，所以要看到最后，没错，看到你们了。久没运动，投篮很伤。大家保持运动的习惯。哦不！洗手要唱两首儿歌的时间要唱搓，要唱两首歌的时间哦。时间。点歌是防疫宣传大使。每次练习完，他都会叫我们一定要洗手，而且一定要搓肥皂，然后喷酒精。都是点歌提醒我们的，不然我们就这样去吃饭了。脏小孩，超脏的。差不多。潘田 ，You are here。